佳琪，你去拿个大桶子，再拿一个，上那个唱啥？那个大的，矮的。有这架子挺好。派上用场了哈。哎姐，听着没有？嗯。棺材马，我跟你说过吗？嗯。你说多少个灵棺中马？得擀多大呀？得擀够薄就行。棒棒吗？棒棒的也行。啥呀？你不用那个叉。面条机呀？嗯。还搁手擀的好吃。让我就吃那炸酱面，就是好吃。你要搁那么大酱一爆锅，我爱吃。看那个五花的，这才叫五花肉呢，五层。嗯，三层肥的，两层。哎呀，六层呢。一二三四，六层。嗯，六层。咱这是六花肉。先整先打卤的咋的？先打卤，打个锅。没少整啊，这馅子。两个酸菜就出这么多，我是黏黏的了哈。你说一到冬天，就感觉十来天不吃饺子，就感觉老长时间了。夏天忙的也不行了。冬天啥事就是寻思吃啊。少不少？肉也不少，菜也不少。又感动了。热吗？热不热？应该不热。有点太大了。妈，那面条也放鸡蛋了，咋的？放了。啊。我说怎么黄样的呢？滑到里面不行吗？成坨的。晚上有点饿。你不爱吃切的吗？我给你擀点面条切。买那面条机试试。啊、用过吗？去年不？买那面条机试试，整整。用过一回。人使这个吧，干一大碗。啊？没有。你要香，这个小给你个盆儿。来来酸不酸？酸。哎，有肉就挺香的。拿勺呗。嗯。酸菜挺脆的呢。嗯。啊！快尝尝，快